Oh no！ 不要遮起来了，开灯开灯。所以你们是喜欢开灯啊，还是喜欢关灯？开灯关灯都 OK。这么房间还要放电视的？你是要看一下东西的吗？你喜欢蕾丝还是喜欢透视？我不可以，不是有过吗？我们又来了喂，你好，大家真可爱 ，Everybody， 大家好，我是范南。哎，我觉得上次被你们开我的衣橱之后，很多人call我。听说有一个人是不要接你电话哦。那有一个人不是听看了过后会流泪吗？听干完这样可以流泪，他好像在 KL 过得不好。因为我们真的有心疼了一下，所以我就是跟他做了很多的那个安心理辅导啊，没事了，再没有事了。OK， 他只是提醒我一件事情，就是要记得在防疫期间要保护自己，还有杀菌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需要我们的这个干爹，哇 ，Watch 最值得信赖的消毒专家，他可以杀菌99.999%，德国科技，经济实惠，而且价格非常的 friendly 哦。这一次呢，就是所有 personal care， 我们看到呢有这个洗手液啦，然后有这个沐浴露啦。还有 sanitizer 啦，还有就是 wet wipes， 非常全面。只要爬上 watchmalaysia.com 的消费，就有机会赢取总值120000的 watch 消毒产品，需符合条规哦。谢谢干爹 ，Thank you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马上请出这一组嘉宾了。是你认识他很久了，是不是？我小小就看他的影片长大的。啊！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要打歪了。要移一移。我们发现每一次，可以。有了，嗨，我们有钟小玉，还有他的雷公仔。Hello，阿金你好，还有本人你好。哎，你们现在是在家里面还是在宿舍里面？我们在 office 里。我们在家，因为后面很像办公室这样子哦，所以是。已经是 home studio 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后面是他做工的地方，就是他其实每次 edit 照片啊，然后 edit video 的地方。一讲到这种照片，我就很好奇，老公应该会帮老婆拍一些照的哦，也是。拍什么照？因为现在身为一个摄影师，他不能只拍 studio 了嘛。像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是，他我相信他这从三月到现在的时候，应该有试验到很多不同的拍摄方式。他不给啊。我他给、欸，没有，刚才钟小玉的脸是讲我哪里有不给？哎、欸，其实我也是拍过你耶。啊？忘记了，他真的是 N 年前拍过你。我跟你讲，那张照片非常非常经典的，你忘记了？要拿出来啊！我跟你讲啊 ，brother， 是在垃圾桶拿回出来的。哇、哦！安迪。是哇，我很喜欢那个造型，还有那次我们是为了那个就是流行榜颁奖典礼的。我跟你，我有很礼貌吗？我有跟你很礼貌吗？没有啊，他说你很夸张。我哪里有权利啦？其实我忘记了啦，没有印象了。会说话哦，会说话哦。我其实很好奇哦，你们是怎样追到小玉的？传闻在演艺圈里面呢，要追到钟小玉的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身为艺人，我们都有知道了。是我觉得没有啦，不难啊。没有了，可能是我们刚好有对到吧？可能我是。奔着结婚来找对象吧。哦，他的意思应该是说他是那时候是想找老婆，但那时候我也是想找老公。你中间跟人家讲你找老公的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就是我们在一起了之后，我们交往了之后，我就跟他说我是要结婚的。我觉得其实真正他吸引我的一点是他的脾气很好，然后还有他很有耐心，还有最重要的是他很孝顺。哦、有什么东西小玉做的东西你会发大脾气的？看他做过什么东西？他很少发脾气，老实讲、真的是真的没有。我家人没有看过我发脾气耶。你家人呐、我在汉身上看到以前的我自己耶，我真的以前的我是完全没有脾气，我真的家人面前我比较少。没有，暂时是没有宝宝计划吗？有啊，我们有啦。他们有了一个兜兜啊，没有没有，可是本来当然希望你们，嗨嗨兜兜，哎呦，我讲话要这样子的小月，讲话，我跟他讲话，我一定会变成这样子声音，好像很做作，对不对？因为其实我们两个已经之前我们在交往的过程中，我已经跟他讲好了，我就是没有暂时是没有想要宝宝的。OK。对，因为年龄的关系啊，如果我再生的话，我真的是高龄产妇哎。
是吗？对，没有了，他暂时不要罢了啦，可能是六十岁过后才要了。可是家是你们两个人住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两个。那马上去拖一拖你的家了，你们就带我们。对啊，让我先给你看这一幅画啊，你们看这一幅画。哇，我知道是什么来的。什么？啊，是一个人的亲，还是鱼，还是一个游泳上去啊？没有，你们觉得这幅画是我们买的？其实这幅画是他，你猜这幅画价钱多少钱？啊，没有钱哦，因为是他画的哦。我都已经讲了，我都已经讲了。可以来，你分享一下你画的这幅画。这幅画，抽象。其实呢，这幅画也我也不懂是什么来的。是刚好那个感觉来啊，我就一直画一直画，画了整天呢，一天呢，才做了这幅画。所以是什么？你到现在还没有讲到是什么？他也不知道画的是什么，你要表达的是什么？其实我也不懂是什么、欸、只是感觉是画了过后有那种感觉吧。我给你看这个，你猜这个是什么？哇，这是橱啊！哇，鞋架，放你的鞋子的啦，鞋橱啊！啊，对，我的鞋全部在这边，全部一定是你的，看来看这样。哇塞！这是我的鞋，我的高跟鞋，表演的时候穿的。然后当然双数也是有。你的跟大概多高？很高一下。哦，我的跟很高，真的，因为我需要，我必须，因为我太矮了。你看，这个太矮啊！我太矮了，我说我需要穿。你哪里会矮？你也有170吧？没有啦，他怎么可能158？你刚刚看到你眨眼睛。那这边就是我放我平时会穿的，就是跑步啊。请问老公的在哪里啊？老公啊，没有。老公呢？你要看吗？要。我们这个是我老公的，就是这个。智商而已，下面是拖鞋就算了。真的，你要了解，下面是拖鞋，有没有？有啦，还有啦，皮鞋、拖鞋。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才做这个处理他的，因为他讲太多鞋了。哦，然后我跟你们讲哦，我叫他弄一个鞋橱给我，可是呢，他把鞋橱弄得这么高，这里你看，我要怎么样拿，我都不懂。上面是什么来的？看着看，也是鞋啊，盒子。这样他应该做一个楼梯给你上去拿了。是，哎，别乱有啦，对不对啦？对啦，对啦，对不对？对啦。老公就是这样子用的嘛。哇，老哎、欸，他们放闪高高哦，功力哦。你左边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房间的吗？厨房。这个是我们的 store room。进去。没有。太多东西了。store room 不可以。来，继续走，还有哪里？厨房哎、欸。来。厨房在后面。看你的化妆，多少看多少咯。我带你们看我的化妆间。他避开厨房哦，哇，还有东西要避哦，我跟你讲。那这里就是我的化妆间。哎 ，Justin， 你一间房来做化妆间？对，然后我的衣服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Oh my god！ 来，我们看，来，摄影师可以给我一个360 degree 吗？慢慢来。对呀、啊。你转给他看。这是我的衣服。Holy crap！ 这个是我的，也是拍摄的衣服。这个是最近你们新的 MV 的服装还是什么？对，全部在这里。Hans， 你买了这间屋子真的是特地为了他而买，然后特地为了他，然后特地帮他做东西的哦。你这个男人。对啊，因为他太多衣服了，不然会摆到整人。那再卖掉他啦！我老哎。对哦，对对有啊，但是没有啦。其实我是想要收拾了之后送给人。我觉得你讲，你可以，我给你一个 idea 好不好 ？RMCO 嘛，是啊，当 RMCO 的时候是很多人是比较受苦啊，或者是没有钱的嘛，对。嗯。拿来做 auction， 你卖了过后你捐出去，我跟你讲。哦，对，这个好，这个、可以。然后某个找我们的。白痴啊！一定很好卖哦，快卖掉，那衣服太多了。等一下，这些后面的衣橱是只是 for show 的吗？还有工作的吗？哦，没有没有，这些是我平时会穿的衣服。你可以给他们看，谢谢。我是来了。你不要动，你没有看到那个铁棒是已经是 U 了。是，不行啊，动到它。哎，这个不够 U， 还有一个更 U， 等下你们看。Come on， come on。这个吗？来了。哦，断了咯，这个要。对，要断。断了一次，然后我又换了。小玉，讲真的，如果这里全家的衣服啦，你一天穿一件，我觉得一年你都应该不用洗衣啊。没有，穿到老了咯。还有这边就是我的帽子。
哇哦！哎，那个柜啊，下面那柜是什么柜来的？哎，不是要玩电脑够才可以开吗？他骗你开到完嘞，开完了就没问题啊。不可以关。就等一下，所以这样讲哦，你的这个化妆间已化妆的台已经在隔壁房了嘛？像你自己房间就完全是只有睡床。我的房间真的是只有睡床，然后跟我老公的衣橱。来好奇耶，看看，我进来了。就真的是只有一张床哦。哦，来来来来，右边那个是什么来的？吊住那个很多个那个东西。哦，这是我的包包。衣架。怎么房间还要放电视的？在你需要看一下东西的嘛？哦哦，不是看节目，没有没有，他是要学习嘛，就是看这的时候可以。你看他手这样抖啊？没有，其实是这样子的。这架电视是之前我们是放在客厅的，嗯，然后我们客厅换了比较大架的，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。哦，他们不相信。真的，那桌子是买做么？你们办公室是这里面，办公室不在外面了。没有，因为我们要 charge 电嘛，有时候睡觉，那有时候要开灯。他很喜欢在房间里面开看手机。所以你们是喜欢开灯啦，还是喜欢关灯呢？你们两个？什么问题？其实我们开灯关灯都 OK。我只是问问题，你们自己心。哎，本来我们没有，我们开灯关灯都可以看手机啊。good good。他们讲什么？我不明白。我不明白，我们上到上了。是啊。刚才我们看了小玉的衣橱，汉斯嘞，汉斯这里。啊。我的腰没标哎。要啦要啦。来了。没有什么啊，一点点罢了。这是我的咯，平时穿的。OK 啊。我很整齐嘞，下面，哎，你很整齐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是全部我折的。哎呦，哎，所以家务的分配，你们两个是怎样分哦？其实我们都是有一起做的，就是如果我忙的时候就他做，他忙的时候就我做咯。嗯哦，嗯，这样的配合很好。对呀、啊，一定要啊！接下来是怎样的？我，哎呀，我跟我女朋友是考验我们的耐心，就是衣服拿出来，然后就放在客厅。哎呀，哎呀。牛哥看谁忍不住了才会动手。哇靠喂、欸！真的、啊？到最后是谁忍不住呢？这个很难讲的，因为两个人都耐心很强，都可以忍。他经不住讲这一套。他的衣服就这一边罢了。嗯。然后这边还是我的衣。这边原本是我的衣被拿掉了，原本是我的。我觉得汉斯可怜的、啊，汉斯跟我差不多一样。来，汉斯，我们的这小小的位置。OK， 哎、欸，所以，哎、欸，那些厨。蓝色、白色那个，一定是、哦那个。这个也没有东西，这个只是我们自己平时用的，就是我们在家用的牙膏啊。这个就是我的在家里穿的衣服罢了。也是衣。对。Excuse me， 你这个是你在家里穿的，像其他那种柜啊，全部掉了，全部是在家外面穿的。对啊，出门的时候穿的。没有，他去不同的摸穿不同衣的，我去不同的穿。然后哦，这个不可以开，又不可以。这个是女人的，就是内衣那些啊。啊、Hans， 你喜欢蕾丝的吗？你喜欢蕾丝还是喜欢透视装？没有，我们没有玩这种。然后这个也是我的 T 恤。厕所我们可以闯进去。厕所就这样子，很普通罢了。好、啊，请问你们呢？如果一个在搭着便是另外一个可以刷着牙吗？嗯，我不可以，我可以哦，不是有过吗？哎，这真看完了啊、哦！这个你们想要看的东西已经看完了。OK， 接下来游戏我们还是要进行。所以刚才你们这样子看，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应该都有很多好奇心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很好奇 store room。OK， 好，就那个好。所以这样我们就 lock store room 嘛。所以也就是说，这一次如果我们都已经决定了说要开箱你的 store room 的话，所以 Bernard and Jim 的家的 store room 也有机会被开，因为他们都会在游戏里面的。啊，所以你们不要这样开心这件事情，你们两位导演，等一下先，我跟女朋友你有听到吗？她有讲，她讲千万不要开 store room、哦。可是你自己要求要 store room 的我没有，我没有拿枪逼你哦。我要开他的吗？
好，所以我们这个游戏叫寻宝游戏 2.0， 然后呢我们的游戏叫做拉达利利大蹦蹦。我会先讲一个物品，比如说我会说手表，然后呢你们就会猜拉达利大蹦蹦，输的那两位呢就要狗走过去找回来，所以最迟回来的就是输的那一个人，输三次的话他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输家。 OK， 要去开那一个我们指定的地方。 OK， 好，所以我们来准备啊，我要出题目了啊。所以第一局小玉玩还是汉斯玩先？小玉啊。OK， 第一题我还是比较暖色一点点啊，拖鞋啊，拖鞋啊。好，完了，他们将近，他们将近。没有，没有，是家里的拖鞋还是出门的拖鞋？外面出门的拖鞋。OK， 可以。滴滴答蹦蹦，没有，再来，啦啦滴滴答蹦蹦。咪咪，小玉，小玉，你要去？哇，有够快哦喂！我们的鞋柜就在这里。可是阿俊比你更快哦，我还要开门，跑上去。所以阿俊比你快，所以阿俊赢了一分，所以暂时一分。耶、yeah! yeah! ！快！所以你输这一分。好，现在是你吗？你们？对。所以是汉莎，现在是啊，算你武力啊。啊 ？OK， 算你武力。啦啦哩哩哒蹦蹦。我有吗？有你啊，是你啊！咪咪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死定了，武力！哇哇哇哇！武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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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拿武力就来，快点快武力，秀武力！哇，老魏输了 ，team， 听你说，我还好，昨天买了，我都哭了，昨天要死了。Jim， 其实原本你可能可以赢 Hanson， 因为他用整大力来算，他不用小。我去半球，而且是你先走，你知道吗？是。我跟你讲，是因为 Hanson 的脚比较长 ，Jim 的比较短。不要脸！哦，我钟小玉，你知道他 Jim 的短啊，你的脑子比较长啊。Jim 比我矮咩？哇！六啊 ，Jim 不是比你矮。啊、第三题了啊，直接跑。Pen drive， 哇，赶紧我这个跟你讲。Pen drive 还有用的吗？他的电脑在他后面，你看他在看这了，你看他。OK 啊，准备啊，啦啦哩哩哒蹦蹦。还没，后面还没。我们中，我这次没有中过，我这个幸好，幸运。等等我，你三轮了。东西死定了，这次跟你讲。完了，够了啊 ，Jim。Jim 回来了 ，Jim。没有，阿 Jim 的家太大了。阿君家太大，我们家小有好处。我那天有找到 pen drive 的，可是我女朋友收起来了，她应该不全部收好，干干净净不去了哪里？因为她很干净，她不知道在哪里。如果是乱，她知道。所以阿俊现在目前是输了两轮，再多一轮就输了，是他。是，如果再输了一轮，我们就开阿俊家的那个 store room 了。不要嘛。OK 啊，来准备啊，我出一题难一点呐、啊，温度计啊，要36.5度啊。好。什么36.5度？什么东西？你开了过后，那个 thermometer 要写36.5，哪不能用照片找啊？我已经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东西了。确认一下，温度计导演很聪明啊，导演。OK， 我觉得温度计就可以了，不用度数啊。准备啊，啦啦哩哩哒嘣嘣。快点本来目前还是冠军，厉害啊，本来一次都没有输过。 OK 啊，来准备啊，拿橡皮筋弄出一个星星来啊，啦啦哩哩哒蹦蹦。喂，都看不出来。快点快点快点，本德跑快点，本德。本德快点啦、啊！那星星。看到吗？本德快点回来哦喂，你弄了星星回来，本德快点。没有，可是这题好笑的是都不算，因为我们刚都没有猜到，然后小玉就跑掉了。我们全部出同样的，我们出了都没有看到，然后你就跑掉了，我都不懂谁要去。又换题了，换题了，尴尬。我换题啊，我又换题啊，哇，那我浪费我的题目，我现在你们真的是。好，来下一题啊，新年专辑。哦 ，OK 啊，压力没有，啊，
大地来呗，大蹦蹦，笨蛋！哎，小玉去，小玉去，竟然有啊！转机哦，断线，那个是电影来的哦。哎呦，还没有回来聊，还没有，不是呢，还没有，两个都还没有回。恐怖炸掉！耶，赢了！本来有的全部是新年电影、贺岁电影。我们在做个呀，拿剪刀来比耶呀、啊。嗯 ，OK， 明白。啦哒哩滴哒啵啵。快去！我觉得哇，好快哦！他回来了。哎呦！Good job! Yeah! Yeah! 我不用开，我不用开。啊、你完了啊！输了。他们赢啊！对，我们输了。Yes！、啊、我们成功在我女人面前了啊！堵住了 Catherine 的不肯开的 store room。现在去看吗？对。来，我们要很细致的去慢慢的去开。是。很细致。Oh no！要坐起来啊！开灯，开灯！我要看里面有什么杂物是吗？他一定是把我们访问的。哇塞！哇，这是我的鞋子吗？你的朋友的 Jim， 你的朋友的 Jim， 这个是我们唯一不要给你们看的。对，结果被他们看到了。那还有我的衣服啊，拍摄的衣服一大堆。来来来来，慢慢来一下。左边那种盒子为什么有礼物盒的？那种是什么东西的？这啊，这些什么的？粉丝送的。哦，没有，这个是我们豆豆他代言的羊奶。都代言，都代言嘛！我跟你都没有机会代言，我们连狗都不如。在后面那个上面那个高高那个是什么来的？高尔夫球的、那个哦？那个是床垫来的。你可以进去，给我看近一点嘛。因为没有路径了。我们走不进去，然后这一箱全部都是我的衣服。哦，那一箱是又是衣服？对，你看已经漏了，遗漏出来了，你看。还有这里。OK， 来，我最要开的就是那一个橱，这个是，到底它是什么东东？鞋子啊，又是鞋子，这是我的鞋子。下面的嘞？下面的也是鞋子啊？你这么多鞋子呢？也不是相机，哦，没有，下面是相机。其实这些只是放着它的袋子而已，然后我们相机是放在外面的。隔壁嘞，隔壁那个呢？这个也是我的鞋子。我觉得衣服要搭很多鞋，因为我的衣服都这么多了，不可能穿一双鞋而已嘛。嗯，对，不对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完全对。对啊，最乱的地方都给大家看了，这个是我们最不愿意开的。我要看 Bernard， 这里就赢我喽。他赢哎、欸。可以，下一集再来。我觉得真的，你们家可以直接总结，就是衣跟鞋吧。啊、哦，我们家就是衣服，我的衣服跟鞋子最多。你们 YouTube channel 大家也可以去 follow 一下，了解一下 Stella 钟小玉，她有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 的。然后欢迎大家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在这里。还有就是小玉现在实习就会发行全新的贺岁专辑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就已经在卖这了，就是已经上网可以买到。因为往年的话都会一直去做 tour 的嘛，对，因为今年当然是疫情的关系，等于没办法做到这个东西啦。所以今年的新年的 plan 是讲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直播咯。如果我跟我哥哥其实还没有啦，我们会开播。对，我们今天算是任务完成了，也让大家看到女神的家是长什么样子，对不对？是，女神也是人来的。对，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谢谢小玉，谢谢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我们讲吃酸是可以消毒的，是吗？是，但是也可以也是可以排老婆的，因为老婆最讨厌的，老婆不要跟你 kiss 了，你咬一点点啦。整粒虾，整粒虾，你不要讲整粒吗？什么？辣喂！就算他怎样排毒都好，他怎样消毒都好，都没有我们的干爹好。
次算为了要拉到 Watch 进来你一流啊。Everybody， 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干爹 Watch Everybody， 是我们德国科技然后值得信赖的一个消毒专家。没错，而且呢，它是杀菌99.999%哦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使用它，尤其在疫情的这个 moment 啊，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。而且它经济实惠啦，而且它的它的 product 里面呢有 household 还有 personal 的啦。当然在这里的话呢，就很多 personal 啦，看到吗？有啊 ，antibacterial wet wipes 啊 ，body wash 啊 ，hand wash 等等的。没错，都把它烧回去，让你跟你的家人都可以保持健康的状态。Watch 现在呢有一个 campaign 叫做 Watch with Watch， 你只要上到 watchmalaysia.com 消费，就有机会赢取120千的消毒产品，需符合条规哦。哎，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那期待接下来呢会有哪一些人上我们节目被我们开箱的话呢，就记得留意了。你还在吃啊？